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芝芝，我今天要来玩的是 Minecraft， 这是我上次盖的一个玻璃的那个块，然后不要让我轻易就掉出去。哎呀，我掉下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围栏要赶快围。对，就是要这样。这搞不清楚我在干嘛，然后再往上爬，然后这边被阻挡了，然后这边就是这样，完成。刚才真的不想掉下去，笑死。下去哈、出去一下外面，看看村民们有没有好好的。哦，那么家大的家，结果就只有一点点村民。哎，那这样上来，看看我的真的是好多个斧头，我跟村民。跟那个绿宝石交换得到的一大堆斧头，因为我想要换那个这个我手上拿的这个剑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，是什么东西的什么东西的剑。那吃东西。我没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肉，我不会肚子饿，也不会死掉，所以我想拿什么东西都点这边，然后点你想要的东西，这边的东西，这边嘛，就是我现在在这个选东西的里面，然后这边是穿盔甲还是什么的，就是反正就是穿盔甲还有什么的。拿剑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穿盔甲什么的拿剑哈，然后这是床，什么东西我没看清楚，是什么东西没看清楚，然后这边有床，床旁边有一个右下角还是左下角有一个家，那边点进去，然后就有床，你想要的床都在这边，想要什么颜色都有什么颜色，然后第三个是字。蓝，好，第三个是自然。这个物品，什么东西装备？然后这边可以选，然后这边是村民蛋哦，村民蛋，呵呵。好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放大镜还是什么的东西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你要学。水桶的话，你必须得往下滑。找不到，这边就是这边盔甲，这边装备这边，然后点放大镜，然后快滑快。这滑好像还没到哎。快到了，还是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个，之前我有这个剑，这，但是，但我不会说，我先看一下，我想要木剑，好啦，钻石剑比较强，然后这边拿水哦。如果拿水的话，应该在这里的附近。对，这里，再往下滑一点，这边，这边有岩浆桶，还有空牛奶。如果打死什么那个东西，然后会中毒，可以喝牛奶。然后，如果你是创造模式，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在这里就可以拿了。但是。你
你如果是生存模式，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合成，这边合成台，我还在这里，上一下楼梯，有时候会这样，然后这样上个楼，爬上马桶。然后到这里看看风景，然后就下楼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嘛，绕圈圈。我在干嘛？如果你们想要有盾牌啊，这边想要大剪刀，然后啊，这边最下面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三角形类型的那个，然后就放在这边，然后我就有盾牌了。然后我本来没有盾牌嘛，然后后来点这边到这边就有盾牌了。我感觉又快晚上了，太阳快下山喽。每次都会这样。好，去一下浴缸，这也算泳池吗？这算泳池吗？钻石剑，这比较强，然后这超强。打怪也是一样，打三次啊，就怪物就死啦。但是。我这个钻石剑呢，也是怪物打三下，村民打三下就死。然后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剑，但是它也打三下就死了。这个也打三下就死了，射三下，然后这个也是射三下。虽然感觉一个一个变强，但是他们打人几下都是一样的啊。现在可以睡吗？应该可以了吧？OK，可以，还拿着盾牌和剑，我看看那些僵尸有没有。我看不到僵尸。滴滴滴答，哎呦，不然掉下去。然后看看村民们有没有出来。这是我上，就是扩大的样子，扩大一点点而已。其实也没有扩大很多啊，就一点点，稍微比较大一点。然后我在这边盖了一个泥土，上面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方块叫什么的方块，所以我就盖了这个大屋子。我。后面没有人，然后我这边可以跳过去哦，吓死！然后跳到玻璃，然后这边后面有人在讲话，掉下去了！我不知道这边我可以去，好，我飞一下，因为创造模式是。没有，不会饿也不会死的那种，所以你如果按连续两下按跳，很快速的哦，然后再按这边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按两下，如果你如果是不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没办法飞。但是你如果是生存模式，你就会饿也会。如果你从太高的地方降落下来，你可能就会死。所以，哦，没有哈。所以，我一开始就是都玩创造模式，就是像我这样子。但是创造模式都没有感觉有比较挑战性的感觉。过不去。
所以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创造模式还蛮不错的啦，因为你想要拿什么东西，就可以在你点这边点点点，这边三个点，这边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在这里。然后我搞不清哈，就到这里，就到我一楼，我可以。哎，我里面还有什么煤炭哦？煤炭清楚可以做火把，但是我不会做火把。虽然可以用，虽然我有煤炭啦，但是我不会做火把，就对了。我这边过不去，我跳也跳不起来。落在你头上有东西的时候。就跳不起来，刚才不行，就飞去太空了。有窗户，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看一下窗户。然后这边往下降，好嘞，来吃饭。不吃了，不吃。好，这边，不要让我出去，不要吸引我。然后这边按这边中间的那个一个什么菱形的东西，按几下，你就会发现你好像蹲下来了。然后你按一下你的点点点哦，你看你的盾牌就在这边，然后你要蹲下的感觉了，你又比之前还矮了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，跟之前长得有点不太一样？因为盾牌也不在了，然后你感觉有没有变低了？所以他就是蹲下，盾牌会挡住就对了。看到我了，我没想到他们有那么聪明的一个村民啊！哎，我跑到床上。没想过有那么聪明的村民，那么聪明的村民为什么？我不敢，我现在不敢出去，因为我怕他盯着我看。然后这边，对，这是顶楼，这是我形容的，这个是我的高楼大厦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展览品。跳不起来，对，这不是普通的泥土哦。看，然后这个我在想它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地狱的那种东西哈，但是我没办法去地狱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创造模式，生存模式好像才行到地狱。然后我连中介也没办法去，我有中介的东西，我有地狱的东西，但是我都没办法去。可能是因为我是创造模式吧。如果是生存模式，如果有可以去地狱的黑曜石啊，还有那个打火石啊什么的赖打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你就是。可以去地狱，然后中介啊，你如果有中介的材料，你也可以去地狱，但是你不是地狱啊，不是地狱，是那个一个地方，中介，你可以去打中介龙，然后中介那边会有很多安德，然后我不知道中介的那个地板是什么的沙子，类似像沙子啊那些东西。我就不太懂了，有没有快晚上？没有，是不是又快晚上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会以为快晚上？可能是我的手机萤幕会自动变暗吧，反正不管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跑来顶楼，为什么？我又掉下来。
我看不懂。啊，我知道它有压力板啊，它有压力板，它有压力板。如果有压力板放在，又掉下来了，放在啊，刚刚可以介绍，放在门前面啊。你如果设那个三叉爪或弓，设在那边，然后如果不小心吸到，门就关了，就是这样。那块就是这样。我楼上有水，因为有浴缸啊。然后如果你吸到的话，门就会关。好了，我吸到了，好了，门关了。然后我离远一点啊，设这个压力板，外面有压力板。如果你的脚踩啊，压力板就会，不是会有一个，我不知道那种发出声音，反正就是会让会开的东西开起来，像铁门啊，铁门是不是没办法开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踩下这个压力板，它就会开了。然后我的村民很爱玩我的铁门和压力板，我都想要我我都会想要把他们赶出去呢。哎呦，刚才什么情况？噗！我的头扭断了。我为什么？哎，我蹲下去。哎，为什么每次下来都是跳啦 ？OK， 好好好，然后用一下电脑。自己就生产村民啊，为什么我要拿那么多东西？哈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我的肉在干嘛。反正我很想要骑马，但是我又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说。我就快晚上了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家呗，打起卡丘。不要去顶楼了，太多次都去顶楼。嗯，我的浴缸还是服了。好，我今天都没有在我的马桶里面。哎，跳，哎，跳的不行。我在发出的声音是猫熊的声音呢。我之前有一个高楼大厦，是那个这个东西，我这个太远了，就是最顶上啊，那个已经超过云了，看不到猫熊那边。我养猫熊欸，超可爱，那是大只的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存活的好好的。OK， 先睡觉。村民会发出的声音都很好笑，超搞笑。我想要找第二个村庄哎，但是如果要连到这里，一定要超级无敌那一块的超级无敌多天。然后每次我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可能每只僵尸都有进来我的范围内过，但是只是我都没看到。因为其实因为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啊，不是感觉都睡一下子就起床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一块钟我也是啊，像刚才不是很快吗？大概几秒就好了，5秒还是7秒、8秒、9秒、10秒。然后啊，但是在现实，哎，我刚才穿过什么东西？在现实世界中啊，你其实睡觉都很久，只是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到的。所以啊，其实那
时候大概有好几个小时，然后那块中的僵尸啊，都会说我们进来这个他的范围这样子就可以。为什么我拿到鱼了？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会掉下去一楼？好，我先泡浴缸。嗯，你好舒服哦。哎，我要过去，过去。我在讲什么语言？是我自己不知道的语言。为什么我还是横的走路？我是螃蟹吗？为什么我也是上上下下？啊，我去了。啊，家里超无聊。我那个不，刚刚村民怎样啊？刚刚村民感觉被打了，就变普通的村民，然后又有一个什么东西的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又变回原样了，为什么？没射中啊，对不起。射到这是什么乌云吗？我不是乌云的，是乌贼啦。什么乌贼讲的乌云什么东西。我在家里都没有冒险到啊，我不知道我好不关我们的事，哈哈，我都不知道我影片要拍到哪里去。好的，我是一直上上下下绕圈圈，上上下下绕圈圈，上上下下绕圈圈，上上下下绕圈圈。好，我不会打开箱子看一下吗？好，就放到这里，是废的东西就放到这里。OK， 好。什么？没事啊。那刚才什么情况？我看不。啊呀！我呀！这卡住。哎，从二楼掉到一楼，如果是生存模式，好像也会摔伤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地板快坏掉，哎。有出现，我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，只是我好像跑出来，太阳在哪？哦，一天有24小时吗？现实生活，但是麦块大概就20分钟吗？我不懂，不懂麦块。我不懂，我永远都不懂麦块。好，上去都会这样。好，在家里没有什么挑战性的，好吧。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。好，拜拜。